要是有浓汤我都可以。这个真的超级好吃，真的很好吃哎，全世界最好吃的。我大学毕业就考到驾照了。那为什么突然想，突然觉得自己要长大？好想要，该不会我有圣诞老公公吧？圣诞老公公是那种很棉的那种，还给他。好，这是要我要吃的吗？没有一公斤，好大箱哎！我们现在准备过年了。只要写冬跟巧克力就很好吃。我们公司女生比较多，我觉得白啤酒会比较这个吗？对，因为这个比较不会那么要拿铁一喝四。我们有50个人，不会，那是特别口味，然后就是一般酒，不用配什么，不用。要不要来看看？他们喝酒可以，你可以喝。起来，他们喝酒了，他们喝酒了。小老妖也会喝酒哦。黑樱桃、黑醋，是要酸的吗？酸的比较适合做。好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花多少钱。噔噔，总共是11234元。1、1、2、3、4，这是这期的号码。好多钱哦！他总监还说才8000块。对，我刚才8000有没有？等一下回公司开箱一个特别为露营买的很可爱的东西。好，我们走去开箱，走回家。而且我那时候要买这个车，他们都不给我买，就觉得很浪费钱吧。可是露营不就是一定要有一台这种推车？哇，很可爱，而且轮子很大，感觉很耐用。哇，哎，不用装啊。直接这样就可以用，天啊！看，超可爱，熊大的哎，是不是很可爱哦？很可爱，很可爱哎！啊，你要上来吗？